Hello everyone, nice to meet you. Eu me chamo Cho Xiaoping, eu tenho 26 anos, e eu conto que eu já me atuo com a Dulce Cedra. Me piace jogar a carta e imparar a língua. En parlant avec des étrangers, j'ai appris beaucoup de choses comme ça. 如果你会说很多语言，你更能理解各种各样的文化，同时可以开阔你的视野。Vale, entonces hoy os voy a presentar los secretos de aprendizaje de idioma. Hi, 观众大家好，我是会说很多语言的日本小哥周深。大家看上一期的视频了吗？那是关于我语言学习法的第一阶段。就是开始跟外国人说话之前需要做的事情，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吧。最初的一两周我要做的是学习最基础的200个单词和30个表达方式，不多吗？没错，我故意选了你在面对对话的时候绝对需要记住的最低限度的东西。我管这些东西叫狗包式单词，就是让你踏进对话之海的时候，不让自己溺水而要学的最基础的东西。把这些狗包式单词记在自己的重用笔记本里，然后记忆大脑，这就是我语言学习的第一阶段。大家明白了吗？我学语言的时候先学习为了说话需要的超级简单的记忆狗包式单词，学习了就开始找外国人聊天。那么问题来了，我是不是没有外国朋友？我没有勇气去酒吧搭讪，到底怎么才能找到跟我一起说话的外国人呢？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找外国人说话。通过我学十种语言的经验，找外国人的方法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去外国人集合的地方直接做朋友，比如说去国际交流会、国际酒吧什么的，找到直接能见面的朋友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参加交流会什么的一般都是收费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的话，这个我不推荐。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是我常常使用的方法，就是使用语言交换 APP。 语言交换 APP 是在网上找跟你互相学习的外国人。如果你是想学日语的中国人的话，你可以找到想学中文的日本人，这样就可以边教自己的母语边学习自己想学习的语言。这个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互相学习的，所以不用付费。不过你学习的同时也需要教别人自己的母语，而且有些人突然就不回复了，虽然开始聊天，但是说了几句话就没有下文了，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因为这个免费的优点，就会产生不少麻烦。如果你不想付费学习语言的话，我觉得这个使用语言交换 APP 还是最好的。但是假如你愿意付费的话，我推荐使用外教一对一口语课程。虽然这不是免费的，但是你不用教别人母语，就是说你可以一直集中自己的练习，而且因为这是付费的，所以对方很努力给你提供很好的学习机会。不管你的水平怎么样，都按照你的要求展开课程。I've never been on the East Coast. I've only been on the West Coast. It's closer to Japan, right? Yeah. Yes. Oh, yeah. Okay. Well, you have to keep traveling a little bit further. Yeah. Me gustaría que hablemos en español también. Con mucho gusto. ¿Por qué viniste a Bolivia para comenzar a trabajar ahí? Oh, esa es una buena pregunta. En realidad, bueno, mi familia es de España, sí.¿Qué te parece Bolivia? Me encanta Bolivia. El donde yo vivo es muy amazónico. Estamos en medio de la selva. Oh, I'm very fine, thank you. Oh,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Yohei.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Japanese. Are you a student or do you work? I am an office worker. A what?这样按照自己的要求和水平可以接受到适合你的课程，虽然这确实收费，但是学习效率还是比语言交换 APP 高得多。我的意见就是为了掌握语言不用那么小气，这样才能实现快速学习。